你的东西。哦，那里有推填的吗？哦，没有点箱子而已。<笑>那上面有一个，哎、欸，卡卡卡哦！我听到我打到他的声音。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哦，正在那里。我在切他们屁股。嗯，他们要下来，他们要下来。啊，子弹不多。啊，我回来喽。我开一个 Q， 下来，下面有走，他们有生命线哦。 冷静！哇！我的本部被抓到了。 啊，没有抢到那边。下来第一波啊，没抓到。哇！他先摸我一下，没事。完了。没事，他们也生命线。没换到子弹。哎呀！ 你好像看到，不要什么地方去。啊，这个屋子好可惜哦，应该过去。他叫蔡桃贵。哇，蔡波能，蔡桃贵，我们输给蔡桃贵跟蔡波能了。小小年纪就是 A 配大师。<笑>他们到底多喜欢萝卜？你说多喜欢什么？ 萝卜，不是，那蔡阿嘎的孩子。哇，休息。休息。可以找别人。爹爹，明天上班吗？我明天不用上班。呵呵。拜拜。拜拜。那我刚刚看到了一个很可怕的东西，所以我要传给阿乔。<笑> 然后再传给我的可爱曹家子，让他也备受。<笑>我雪英，哦，这我看到，<笑>我看过。我的天啊！我的天！<笑>我的天哪！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很大哎！<笑>我是真的觉得蛮大，可是怎么会这样？<笑> 阿帕子现在 always 都是各种洗，阿帕子，他真的洗脑好听。我问薛影A不A，还在打刚进去。 雪莹下一场 OK， 我们可以快速双排。
我刚想说，正想说，那我们可以先去上个厕所。你现在可以上个厕所。哦，我等一下回不来怎么办？也没关系、嗯，也没关系。嗯，快去，慢慢来，你可以五分钟。有靶场，完了。哎，发现最近 A 配蛮多这样的，就一进来前几场还不错，应该说前一小时还可以不错。前几场不一定不错，前一小时还不错。第二小时开始直线下滑，我应该打到点出头，噔噔噔噔噔，我话说我最近牙疼，哎呀，我要选什么？那我来体验神秘先。我前几天那牙齿超痛，然后去看牙医，这次去看不一样的牙医、嗯、为什么看不一样的牙医可以看之前跑过一次，然后这次的牙医就很不错，他巨细靡遗的介绍，然后主要就是我那个对，我那个上这礼拜三有讲，这个智障的牙齿在搞、哦、好烦，然后这几天都有在那个、啊、还有吃那个抗生素，然后最好笑的是一开始有开止痛药，抗生素是一定要吃到完，但止痛药就是你不痛就不用吃，然后止痛药我只 吃一餐。然后那时候说那个牙医是在那个诊所药局的诊所还给我加重剂量，因为牙医给我开的是250mg 吧，我不知道是这样说，反正就250，他说这是小朋友的剂量，那给我开500，他说500跟普拿疼一样，那结果我吃一颗之后就不用再吃了，就觉得小疼但还行。哦，刚好一对，爹爹你的智障牙齿都拔了吗？对啊，你都拔了，我还没有拔，我拔了四颗，那就没了，对啊。有一个在你附近，小心哦。没事，我可以打，我有智障的牙齿。我下周还要回诊。我牙齿长狠的，所以我也是很快就痛了。啊，那你怎么还没拔？没有，他之前有说可以建议要拔，对，但他没有说到一定。那既然没有说到一定，我就是慢慢来。但现在我感觉我至少要拔，因为他就是弄到我。裂怪物，那裂缝是干嘛？我要去找裂缝喽，来打完他们再走。Evo harvesters are online。那现在就是卡到我的牙齿，还有牙疼。嗯、然后牙医就说：“这个要下，我就说要拔智齿吗？”就说这可能要下周等你康复，然后去看看，看看他们有没有能力拔。我想说哈。哦，对啊，如果离神经太近，他就会把你转去大医院。哎、欸，对他就这样讲哎、欸。你是牙医哦、喔？不是，因为我之前，因为我就是被转去大医院的那个。这么麻烦？我想说，我第一次听到这样。我就是被转诊去大医院的那个。我不想被转诊。而且那时候，我那时候拔智齿的时候是那疫情的巅峰期，我还去做那个快筛，被戳那个鼻子超难过的。我的天！在里面，在里面，在里面。哦、我完全心烦，那我就想去裂缝了。嗨，是 Newcastle。赏他们一颗雷，炸爆！
到底来一只，打一只，对啦，好强啊！哎呦！遗迹小帮手什么鬼？不知道，你要用看吗？好啊。重型子弹，它可以装那个哎、欸，数位威胁。对啊，我刚刚就是装数位威胁，好用。可是我们是双排场啊，不是那个旧的啊。它可能是。还是可以用旧的吗？哦，还是传说中的。哎，我 Q 可以给自己。哎，对，我要看我的大在干嘛。DOC 光环，飞几下。生命、防护罩消耗速度都会加快啊。L SAR 空投枪哦，不是，那是金枪。金枪哎。Shotgun bolt here, level three. Now that's an upgrade. 金枪哎，那呢？但去大医院那边都是身经百战，说不定比较不痛。我痛不痛？我是觉得还好啦。我觉得反正他要给你打麻醉，你只有打麻醉的时候是最痛的。哦，我是因为从小到大已经，真的我认真，我是从小到大已经痛过很多了，我已经会灵魂切割方式了。真的假的？哎、欸，我会啊，我出车祸的时候也是灵魂切割，醒出完车祸已经醒过来，飞出去的当下完全没有记忆，没有记忆，因为我只有记忆，我就觉得这个身体不是我的，然后会去。强迫说服自己这身体不是我的，然后用这种方式。没有没有，可以说，而且那时候你已经感觉到你就是整嘴都是血，然后可是你就完全一点痛感都没有，哎、欸，好神奇哦！我现在想想还是觉得很神奇。在这里面，但因为主要是出车祸，你那个撞击啊，最主要是一开始的撞击就会让你的身体好像是肾上腺素什么的整个都爆起来，所以就会。对一些比较麻木，都暴增了、啊。我没打到，不用担心，遗迹小帮手来了。什么 last one？ 那我呢？爆甲。OK。哎呀，超惨。啊 ？Nice。我上有一只哦，上面。好。遗迹猎兽哎！我这边后面有一只。哈哈，超不准。啊，上不去啦！遗迹喷火枪哎！啊？还有加成道具是什么？滞空？哦，是可以往上飞吗？是吗？哇，是中弹哎！哇，是中弹喷火枪哎、欸！对啊，你还没玩。哦，就是这个，是不是？不行，我，哎，后面有人。嗯。对，我想去玩一个这个。玩啊，走啊，走啊！我也没有玩过这个，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好玩吗？你那个飞来飞去好玩吗？很舒服。但我还有一个滞空表的干嘛？在空中，哦，它就是一个蜘蛛哦，然后就给你遗迹枪，好，那体验一下。哇，这个喷火枪60发是干嘛啦？中弹喷火枪超强。哦，还是这样。Rings there by 哦，我等一下秀给你看。我先做子弹。哎，前面那个遗迹被拿走了。啊、哦！刚刚正想去拿的时候，就被他抢走。
哦，他们说猎兽是可以连发的，哦，回到那个之前可以连发状态。听起来，哎，那怎么不见了？爹爹看我，嘿，你可以飞好远哦。我在空中自空。你是解题吗？啊，自空是额外的道具。好。SMG here, rings around the corner, team left. 感觉蛮好玩。I'm a max level. 还有这个，在空中瞄准就会自空。哦。刚好适合我这个。哦，这是你的那个装，就是那个装备啊。额外的装备，就是我本来就可以滑翔，然后再配上那个自空，就可以在空中停住。超瞎吧！人呢？怎么都一个一个减少了？喂 ！Listen up, got a vault key here. 吸引人。他们会从圈外慢慢进来的，会吗？欸，有神话补给箱，还是我们去开神话补给箱？好啊，我想玩玩看那个在哪里，超远的，很遥远的距离，在最遥远的那一端。哎呦，是不是？欸，来了来了，人来了人来了，等到你们了，让我来体验一击喷火枪吧。那我们没有在圈内哦。没事，你是个机器人。哦，在前面，飞动了。Q 进去了，我看到啊，可是他是机器人呢，欸。还有那个就是资源，资源你拿你拿，这个哦，我看到了被击倒时，